西边有自行车车道，哦，靠近竹北那里。对，那，你可以用 Google 搜， Google 也可以搜自行车车道。好奇吗？我知道竹北有，好像，因为竹北很广，很散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有时候觉得距离不远，一下就断掉，就是断掉，你就要骑出去。对对对，我就这样很麻烦，就是很规划不完。那你最完整就是17公里啊，17公里的那比较对。你要坐吗？我坐不下了。海天姐，歌队到齐了就出发。我们出发了。对。我们那一桌那一餐来得很慢。刚没有碰到你，本来要，我跟你讲，上帝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追上你的时候，结果我就被扣回去了。第二队留在我这里哦。第二队有。陈叔，喜乐在那边，在那边。走了走了，天瑶，我先上路，我骑一段，我再回头帮他们拍照。哎，没有，我这边在拍了，只是我若骑后面，我都追不上他们。我如果先骑，我可以回头看，对，拍他们。我以为你们先走了呢，你们小队长人都到齐就可以走了。那个，你们一个去那边找郑辉，郑辉在等你们。所以一个去跟郑辉讲说，你们人在这边。
你要第一个唱的是不是？哎，加油！陈淑仪，你要不要射他们？我帮你把它打开，要不要？等他走过去了，你就把那个水枪准备好。没有下雨了啦，我可以帮你打开了。没有下雨。等一下，经过了你就可以用水枪射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水枪准备好，拉开来，等他们骑过去就射，知道吗？拉开来，快点拉开来，拉开来！射，快点，快点射，快点，快点射，快点射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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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一点，快点射，快点射，这个哥哥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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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你们还是没照是吧？你们可以在那个到铁桥跟列车那边去照个相。先拉出去啊！先拉好，准备啊！先拉好，先拉出来，先拉出来。可以再拉长一点吗？不是不是，这个要拉长一点，然后这样才射得远。不是，是这个要拉长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来，恭喜，射，快点，射，射远一点，举高一点，射远一点，举高一点。来这边，这边是我们的人，来。射，举高点，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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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准备好没？准备好了，爸爸叫你射你就射哦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哎、欸，眼镜掉了。来这边，射！哎、欸，射射好，起来快！不要不要，没有人啊！等一下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哥哥刚刚射他没射到，这个。来射，快点快，射射射射射！真太那个了，不要再灌水啊，太急啊！骑太慢了就会中枪。哇，哎，我在控制耶。那你倒霉，刚刚就是要射你，结果没射到，我被扣回。那个谁吐，我被扣回，没射中你，现在来补一枪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陈淑仪来，快点！还有水吗？没有了。
还有啊，有一点有一点深的哥哥，如果得面积大比较深得到。哎，等一下啦，爸爸说做到这，我们说我们说你不要乱那个。射，快点，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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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。能保持距离好不好？不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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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给个抗议啊！好，来，我们换别人呢。前面的女孩热不热啊？热不热啊？前面的女孩热不热啊？好热哦！小苏，你问姐姐们热不热？还有水吗？还有。你喜欢哪一个就是哪一个。热不热啊？电动的啦，他们本来就是很热的，来，我们给他量一下，来，就，加油！你有喷姐姐吗？你有喷姐姐吗？还有水吗？还有。
个门解决有点慢哦。水枪准备。前面的位置啊。前面的位置啊。没看到，对，前面一首歌，准备哦。看坐在地上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来，走走走走。还有一个，这个。继续骑啊！真的、啊，我在帮你们拍照啊！加油！不敢单脚骑，
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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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往这边喷啊，人是在这边啊，你要往这边啊，要转，要放这边，要转过来放这边，对，对啊，喷不到，太远了啦，哎、欸，不会啊，不要照起来就好了，因为骑的时候有风，哎、欸。小电风扇了啊！很热，很热，我也很热啊，没有骑车就很热啊。啊，因为我这边在帮他们摄影，哎、欸，啊，摄影啊，帮那个录影啊，啊，学生啊，对啊，要帮他们录影。等一下，很热啦。好啦，等一下就走了啦。那我帮你把这个放下来好不好？对啊。啊。灯哦。哦，就是那个尾灯吧，它这个反光嘛，有没有反光？好，我们继续骑啊！呀，等下有人来了。很热，我在，嗯，这边，这边正好这个挡灯，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就没有到你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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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这个，喜乐狗狗来了，射狗狗，来射！啊，不用下车啊，你就换另外一边射啊，这边，快快射，快射，快射，快点！等一下，我先帮他们拍照。好啦，让宝宝骑啊。好啦。Oh.
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这个姐姐可以来一下。